城巴话夜晚新确诊嘅32岁男人系城巴司机，佢发病前3日，即系上个礼拜三至五系翻下昼更，咁曾经揸过90、96同98号线，咁当值期间有戴口罩。咁城巴话已经消毒相关巴士，亦都会消毒鸭脷洲村、利东村、交易广场同摩顿台巴士总站嘅站长室同埋员工休息室等等。